屌你老母丑花系。话说果斗鸡从导演周思禄带埋家机条靓吴丹、编剧陈云、摄影师林国祥同埋11个邵氏公司嘅戏子佬，好似林凤、龙刚、麦基、张英才、李鹏飞、李月清、尤其、伊雷、矮冬瓜、雨镜国、鹏鹏、王志鹏、童星娇娇女，夹埋成17人咁虚撼。喺中华民国48年2月2日礼拜一，搭策划游船公司嘅芝曼儿、大洋船、踩落石力响6日礼拜五晏昼喺红灯码头上岸。果市星洲邵氏公司安排咗4条马拉鬼艳星、夏斯马、马利亚尼、沙蒂亚、沙路马喺剃斗树献花，然后洗4架大萝莉花车，在佢哋大摇大摆踩入市区开记者招待会，话要系南洋实地踩影或戏和，结果分别踩咗《独立桥之恋》、《过埠新娘》、《榴莲飘香》呢3齣苦等过往年嘅影画戏出嚟。中华民国48年4月至死返香港，拍埋厂景至买得烂。听讲话香港电影资料馆拉下几乎乜沟都冇收藏到《榴莲飘香》嘅资料，咁就唔该你班冚家产一边听捻住《榴莲飘香》嘅主题曲，一边睇下我哋泰国嘅博西哥神父仲有啲乜沟资料先啦。榴莲